好，你看我两只手指就没拿起来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爸爸和哥哥送你的东西啊，送给当当的，是当当的。哦。这是什么？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哦！那那是怎么弄的？扣子吗？好可爱哟、哦！但是对他来说也太小了吧？好可爱哦！好可爱哟、哦！有龟壳了，我们有龟壳了。可是这样，他如果肚子摔痛，好办？他通常都是往后倒，往前他手会撑着啊。他有一个小尾巴。有尾巴吗？乌龟有尾巴吗？有啊。我看一下。乌龟有尾巴。哎、欸，真的好可爱哟、哦！好可爱，在这里。好、哦，他如果往后倒的话，这边这个就有。哎、欸，这还蛮软的，而且很厚哎，就可以保护他的头。好可爱！哎、欸，倒了，马上就发挥效果。然后你可以让他倒，没关系，不怕了，当然是要扶着他了。这个也不是说买了就不管他，当然有注意到还是要救吧。好，哥哥说的很有道理。有注意到还是要救，不能打扰。哎，等等。好可爱哟、喔。他好像背着一只乌龟。彤彤，你需要哦？彤彤，你需要吗？我爸也买一个给你。要不要？哇，好可爱的小乌龟哦！可爱的小乌龟来了。乌龟来了，乌龟爸爸来了。乌龟爸爸，哎呀，上不去。看我的，看我的，哦，你说没有也可以，没有也可以吗？哦，对，这样就好了啊，哈、哦，这样比较不会勒到脖子哦。好可爱，真的。哦，彤彤站起来了，彤彤站起来了，再往后打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呜、哦，是爸爸，尽量往后打，你可以打了。后面有东西、啊欸、对，你有感觉到吗？你后面有一个软软的枕头。但是就算我后面有一颗篮球，我也不是很感动。你等等，还好了、嗯、不痛、欸、对啊，只是不感动。等等，笑了，笑了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妈妈在哪里？当当妈妈叫你，你讲话了，对不对？当当耶！爸爸扶着你。糖糖耶！学走路的。哎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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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小乌龟走了。哦，他的枕头掉了，背着一个枕头，他这样倒地就可以直接在地上睡觉也没关系，软软的。有倒地倒一倒，你就听到没声音，就睡着了吗？嗯、太舒服啦，软软的。他平常倒都没有软软的。有啦，倒在地垫还 OK 啦，是怕他练习走路走到地垫外面的时候倒下来，这样子就可以有一个保护的效果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这样子。往前面不太会，往前面机会不大，他前面有手会撑着啊。我们看过他往后打好几次了，因为我们家不打算用围栏了，所以就他离开地垫的几率很大。
所以我就在网络上找了一个这个，好像还蛮流行的，有很多造型，对，有很多造型，有还有什么小花、啊、小蜜蜂啊、小羊，这还是杰尼龟，对，杰尼龟，嗯，好可爱哟、哦。啃沙发，当当呢？当当开心吗？当当护头，他这样子会不会不舒服啊？你说他的脚吗？他这样子会不会不舒服啊？变成坐着了，嗨嗨，哎呀，撞到脸了。以后早上起床，我们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帮他穿好这个。换完尿布之后，以后早上起床，我们换完尿布的第一个工作就是帮他背这个小背包，因为他现在真的很努力想要站起来。给你大球球。哦哦哦！你撑得住吗？撑住了。哎呀，没事。没事。没事。不但没哭，还笑。嗯，没事，没事。乌龟来了。不会痛。你想要一个吗？我买一个送你。要吗，彤彤？你要吗？太小了。我帮你问问看有没有大。大一点的小学一年级可以用的，怎么可能会有那种东西？这是谁？东东背着乌龟壳的是谁？他不知道什么是乌龟壳吧？这是谁？呜！是好可爱的东西。你把它转过来这里好了。没办法，没办法。弄完哦，真的好可爱，可爱又防摔。对啊，防摔小背包。然后、哦、屁股翘起来了。弟弟在照镜子，晚上的时候看起来很像镜子。Hello。哦，好大力，真的是只要保护他前面。不止后面，前面也要啊，东东，上面也要。他想站起来了。这个放这里，给你动力。拿不到，怎么办？再高一点就拿得到了。东东加油！他拿到主柱其实就可以了。站起来，你看他的脚很用力，很努力啊，有没有？他为了拿到那颗球，就这么一个脚，你的脚是不是卡住了？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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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还好爸爸就到，要发挥作用的，嗯。像你说的一样，还是要去救，不能因为有这个就不理他，对不对？对啊、看得到能救还是要救，嗯。你这跟我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。你想象中是怎样？就是呢，龟壳是他整个人，手脚可以缩进去吗？手跟脚可以缩进龟壳里吗？没有，那么厉害啦，就是保护他的背跟头而已啦。脚要缩进去，因为屁股是有包尿布，所以其实屁股不怕摔啊，就是背跟头保护好就好。它掉了，掉了就没有作用了。他一直很想办法努力想拿到这颗球，嗯，这么努力拿一颗球，站起来了，站起来了，彤彤加油！已经碰到了，再高一点点就拿到了。哎，他的防备掉了。好险好险，哥哥发现了。
站起来，更要注意它。拿到了。好了，要睡觉了。乌龟特别快，哥哥，东东，彤彤，你可以吗？不要把它撑坏了。我们可以的，好不好？我撑不到。哦，这么有弹性，我看你转快。好可爱。你可以背企鹅的陪他就好了。你要去背吗？只是我要怎么脱下来？你陪他好了，你去背企鹅的陪他。你跟东东一起好了。还比你站得高哎，好可爱啊。